三极管 BC546 在周围四个电阻的配合下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参数， IB 等于150微安， VCE 等于8伏， IC 等于38毫安。根据这三个参数，可在 BC546 的 IC-VCE 关系曲线上找到一个对应的点 Q1。 电路中电阻、三极管的参数决定了 Q1 点的位置。我们说 Q1 处的 IB、VCE、IC 等参数的具体数值就是图示电路的静态工作点。由于电源 VCC 等于正12伏，所以无论四个电阻的阻值如何变化， VCE 都不会超过12伏。当 VCE 与 VCC 相等时，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，所以可以找到 VCE 等于 VCC 对应的点，即为 A。 此处的电路参数使三极管截止，把 A 和 Q1 点连接起来，就形成了直流负载线。最后还可在直流负载线的上方找到三极管的饱和状态，标记为 B。 通过选择四个电阻的阻值，使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落在 A、B 点之间一个完美的位置上，以做好放大器的准备。